20多年前，犀牛从灭绝的边缘被拯救回来，但2012年却有可能是犀牛死亡数量最多的一年。通过科学的分析可以得知，目前的偷猎水平是不可持续的。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，这一标志性的物种可能会彻底消失。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个物种，便永远无法挽回。